大家好，欢迎回来秦大手。今天开始我会陆陆续续的录制一些视频，让大家能够学会从五线谱翻译成简谱，从简谱也能翻译成五线谱。但是这个内容呢会比较多，所以呢我每一次呢只能讲一个点，那希望大家呢从每一个点里面累积起来，那学完之后呢就可以翻译自己喜欢的歌曲了。今天我们先讲通用的节奏问题，一起来看看吧。